吃鸡小技巧永远不嫌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众所周知，官方更新装备的速度比较快，基本上每个版本的武器都会有改动，因此有些玩家隔段时间不玩之后，会发现跟不上版本改动，以前不错的武器如今却变得不好用。下面要说的就是曾经人气很高的三把武器，现在却没人捡，甚至有一把都被删除了。嘿，小伙伴，关注我，在30秒内你会收到战神匿名度，不信的话你就试试。一 AUG， 在以前武器装备没那么多的时候，玩家们的选择并不多，而 AUG 就是当时地位最高的存在，玩家用它精准性会大幅提高。可是现在大家的枪法普遍变好了，对武器的要求从高稳定性转变成了高伤害，以至于很多玩家看见 AUG 也从来不捡了。二，维克托，在以前维克托是非常受欢迎的冲锋枪，射速极快，再加上稳定性突出，爆发伤害极高，连三级甲的敌人也能瞬秒，因此人气很高。可是后来被官方削弱了伤害，导致武器整体威力下降，变成了比较普通的武器。三 ，UMP9 在以前是萌新最喜欢用的武器，因为它后坐力很小，用起来比步枪更简单，而且伤害也还不错，因此人气非常高。可是后来 UMP9 却被官方直接删除了。视频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喜欢用上面这些武器吗？